你对国民党比较比较理解，现在有点感冒。对这个事情啊，就是 IPAC 这个事情哦，国民应该是说、IPAC? 对整个民主同盟国家的议会啦、嗯，然后呢，他们开的这个联合的这个会议，国民党他们就不参加，不参加也就算，为什么要说谎说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没有收到邀请？你们明明就有收到邀请，为什么要这样子骗人？我去年哈在美国，我有问过 Freddy， 我说哎，为什么我们不参加？嗯，就是这个 IPAC 就是一个对中政策一个跨国的议会的一个协议，对，然后一个特殊的一个组织一个联盟，对，我说我们就是对中政策，我们是最大的受害者，对，如果全世界对中政策做一些调整，中华民国或是台湾或是你要怎么讲，我们有外交的路可以走，为什么不参加？对，菲利跟我说，好，将军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超想参加的，可是呢，这个组织规定，一定要有两个以上的政党，嗯，的国会议员参加、嗯、才可以加入，然后没有办法，因为最大在野党、嗯、国民党一讲到抗中，一讲到对中政策，哦不，两个中国不能参加，一讲到不能违反祖国的政策不能参加，这很夸张、欸。对，那当时我们就想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在野党。叫做民众党，民众党，所以又跟这个国际的组织这个 IPAC 商量一下，如果民众党可不可以？嗯，他们经过开会，可以啊，嗯，只要是在野党，管他是最大党还是最小党，只要是在野党就可以，嗯，然后那就跟民众党说，哎，你们要不要参一个人来就好，嗯，一个人来就好，我们共同担任这个主办的主席哈、嗯，我们就可以入会了，嗯，民众党到现在为止又是用他们的绝招，就是巴西。通通不见单，哈！哎，民众党也这样，因为之前好像本来说是找张其禄，对，张其禄就说哦，好啊，我考虑一下，对，考虑一下，对，结果到最后是没有就没有来，就没有来。然后怎么可以这样？但是为什么国民党会发出这种声明说没有啦，我们没有说不准去啦，可以去啦、嗯、因为在青蓝的报纸上都在骂，哈，青蓝的报纸这有什么好骂的？对，就是说你国民党。你们输成这样子，你还不知道你为什么输吗？你要去亲中没问题，可是反共一定要的嘛。嗯、你要反共，这一个协，这个整个这个组织就是针对中共的政权，对于全世界的侵略，还有对于人权、对于民主、对,、啊、对于这种所谓普世价值的一个研讨、讨论跟改变整个联盟的作为，让台湾能够受惠加入更多的国际组织。为什么国民党不参加？还说谎，你们没有邀我，结果人家就公布立法院的公文，都邀了，有邀请你。我告诉大家，这个一定会全部都邀。对呀，前几天不是在台南有一个我们台湾跟日本的一个活动，一个协会的活动啊，对，全国的市议会都有受到邀请。全国都有邀请、哦、对嘛，怎么可能排除，所以不会漏掉国民党啦、啊、不会漏掉国民党，正本国民党、民进党、民众党，所以国民党讲这番话叫做什么你知道吗？叫做忠诚考核、嗯哦、去的就记丑一，哦，了解，所以谁敢去好可怕哦。这种状况应该是国民党是保持鼓励的态度，哎，总召带几个人去，对啊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就是明年要选县市长的带头去，几个委员带头去，他没有说谁敢去啊，嗯，这去了就记丑一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国民党这个言论、这种做法、这种对于 IPAC 他不参加，所以让台湾不能够入会的，我们在台湾办哦，嗯，可是我告诉你有多可怜，我们拍照可以，外面寒暄可以 ，IPAC 开闭门会议我们不能进去，因为你不是会员啊，哈，就差一个在野党，一个就好。一个就好，好不好？不管你是民众党，不管你是国民党，一个就好。是有多怕中共啊？是有多怕中国啊？所以我就讲，连青蓝的报纸都说他们不应该不参加。对，所以才会转弯。各位，这是为什么转弯？因为那其实我跟你讲，其实我跟大家讲，我们真的不是滥竽充数，我们真的很担心一件事：如果真的找一个进来，万一变成内奸怎么办？哦、oh? ，真的，其实也很害怕。IPAC 为什么说一定要两个政党？嗯，他要确保台湾是不是真正的在反共？哦、oh. ，对，那你在你执政党反共，在野党全部都不反共，我怎么让你台湾进来？所以这是我们台湾现在最近大家有没有在看那个林日攻击啊？哦哦哦，他的那个七日哦，那个七分钟的，我告诉大家一定要看七分钟的，对，七分钟一定要看。那从攻击前七天一直到攻击当天。
我讲一定要，我讲我看的哈，我看的真的是服役32年的那种热血跟那种气氛都发抖。哎，那点阅蛮高的，真的发抖。为什么你知道？不是国军能不能打，是在台湾有多少同路人，这才是最可怕的。内奸。当发出的说我要打你的同时，我要侵略你的同时，垮的不是国军呐、啊。是那一些人去戳政府、戳国军、去抗议、叫你投降的人，我觉得这部戏真的大家一定要看。所以 IPAC 就是怕这种人呐、啊。对，我让你进来了，我们讨论了很多对于对中的政策跟方式，他全部泄露出去，好可怕。其实非常可怕，国际组织也怕，国际组织也怕。所以真的大家要注意，什么才是真正的保护台湾的利器？是。团结的民心对台湾来说真的是家贼难防，太重要。所以你看王定宇也就讲说，这真的是哈，我们是主办国，蓝白一个都没有出现，所以正式会议我们闭门会议不能进去。真的真的真的，我真的觉得对这些在野党哈，那不叫做失望，我觉得那对国际接收到的讯息也会很错乱。就是你看这么多的国，哎，这国家里面有6到8个国家是受到中共打压哦。哎，不要去哦，传简讯给你说，不要去哦，大家是好兄弟哦。然后还行文到他的国会去，他的国会议长回给中国是说什么？我们是民主国家，国会议员每个人都有他自主参与各种国际组织的权利。对，所以你这一封信恕难从命，就回给他打脸了啦。你看其他小国。面积不比台湾大的国家都这么有志气，我们这些在野党在干什么？没错，在干什么？其实我说句实话，这是我们最痛心的，这是我们最痛心的在野党，因为在野党不去嘛，所以说你没有办法有2个以上的政党同时在 IPAC 里面，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成为会员国。2020年成立，其实摆明的就是抗中的一个组织。对于中国不人道、没有民主、没有人权的一个组织，到现在第四届在台湾举办哦，我们居然不是会员国。只因为在野党都说中国好大大，我们好怕怕，就不敢去。因为国民党不加入，然后呢 ，IPAC 就说啊，对对，刚刚于将军讲，民众党就可以，可以可以，民众党来也可以。可是因为民众党现在他的作风就是蓝的附水组织，对，那大哥没有讲话，小弟怎么敢去？对，2020的时候是张旗路，那时候他们是五席，对，张旗路就拒绝。那现在张旗路每次都演好人，结果你都在扯后腿。现在民众党有八席啊，八席没有一个反共的吗？八席没有一个反共的吗？你说国民党没有办法？国民党因为我讲过我太了解国民党，国民党的开放是假开放，去啊。看谁敢去做记号，去啊，你去啊 ！I watch you。你敢去就记丑一，所以没有办法去嘛。国民党没有办法，那民众党你有在怕他吗？好烂哦！你有在怕他吗？所以我觉得希望，希望我们慢慢的将这个事情揭露。希望所谓的攻击前七日那个零日攻击，大家要看。台湾最怕的真的不是解放军。最怕的是台湾内部内部啦，以民逼政府让我们投降的那一些同路人。